伊讲，我海水中只有山味啊。无安尼啦，我甲子生来去翕婚纱照，然后子生甲杜光亮叫来讲要做伙翕，你先想办法甲伊低调诶，然后其他诶人趁这个机会去救吧。担心光亮无问题啊，你是杜光亮后生，即卖你上有资格甲伊低调诶，而且袂互伊去怀疑。有啥计划？即卖咱大家拢知影杜光亮诶目的，伊就是要你提早林家所有诶财产，所以伊诶目标是我。那安尼一定要我出面当作诱饵，伊才会上钩。别紧，伤过危险啊！伊这个人哦，为着无定，不择手段。伊甲廖赞兄弟钱都无咧带念吗？还要对凯宏下手？你要是人单独去哦，风险伤大，别紧，绝对别紧。那咧，就回照我的剧本继续演落去啊！到时阵我一定会回一步一步踏入咱的陷阱。伊若是对我动手，伊就是现行犯，就会当直接甲伊铐起来，而且伊有前科，安尼一定会乖甲死，就会当一劳永逸了。免紧，伊这个人伤过干巧啊！你若是有啥物死甲惨，安尼是要安怎？担心讲了无唔对。你讲啥物啊？这个计划若是有任何差错，担心是会无命呢。免紧，一定有更较好的方法。那你讲看麦，有啥物更较好的方法？子深，你莫袂记哩。丹青除了是你爱的人以外，伊对我，还佮吾妈来讲，嘛是上要紧的人。是不得才安尼做。子深，既然咱讲好要做伙面对，那你就要相信我，我一定会平安回来。因为咱讲好啊，咱要做伙一世人，敢毋是？细汉的时阵，看人穿婚纱拢足幸福的，幸福新娘会当做一个完美的公主。啊，不过这是第二届穿啊，我感觉毋是这种感觉。你穿婚纱真个足好看。人讲查甫人的一生一定爱穿一届婚纱，这是我第二届穿啊。我煞感受袂到新娘仔幸福的感觉。歹势，两届穿婚纱拢是因为我，啊，不过我煞无着互你做新娘幸福佮快乐，是嘛不好？你知影就好。那安尼，我爱你弥补我。等代志拢解决了，我要办一场盛大的婚礼，我阁要去度蜜月。好啦，免阁讲啊。我本来就按生命安尼做，你是我一世人认定的牵手，我当然爱尽我的全力，予你上好的。多谢你，一直陪在我身躯边。我当然爱陪在你的身躯边啊！你想看麦，咱做伙到今嘛，经过这么侪代志，一开始我妈会反对，后来你出意外，差一点仔就无命。这次咱有更大的危机要解决，若不是因为爱你、相信你，咱哪有法度走到今嘛？敢不是？真正是我杜君仔的后生，的礼服穿起来实在是有够烟斗飘飘，赞！阿姨哪会来啊？他是我爸啊，啊！翕婚纱照这么重要的事，当然要通知伊啊。那有新人在翕婚纱照，是大弟边啊看的，啊，不是要结婚啊，速速去啦！要翕哦，做恁家去翕，我要上来照。丹青，丹青，哎，不要紧啦，要照可以照，爱张可以张，规定啊，伊嘛无偌济时间通摇摆啊，来，请恁家比。真啊！你看，阿爸穿这件有好看吗？我想头像晕啊！你是安怎？想要困觉？
不要紧，来倒的，哦，先困一下。来来来，你倒你倒，啊。恁两个姊妹啊，是想要倒位啊？杜光亮，你来伫遮？当然是我通知伊来的啊。我哪有可能目睭金金看到恁两个死查鬼啊？伫个杜光亮的背后变鬼变怪。所以我才离开婚纱店，变到军装哇。你这死查某鬼啊！你心机真了够重。我咧想讲，你哪有可能遐尼简单的接受我是子孙的亲生爸爸这个属性？所以我叫宋林峰跟你定调的，讲，你到底想要创啥？我伫个婚纱店的时阵看到你，我感觉心情足歹的，所以叫我的阿姊陪我来散步，安尼敢袂用的？难道是你啊？我把子孙留予你，结果你煞出现伫个遮，你想要跟我交代一下？你对子孙创啊？子孙是我亲生后生，我是当阿对伊创啥？不过恁讲恁来遮散步。把我当作三好囡仔在骗，鬼才要相信。你给我听清楚，子孙今嘛只是暂时头壳无清楚，才会和你亲情绑架。啊，不过我一定让伊知影你的真面目有偌歹看，让伊知影你根本就无资格做伊的爸爸，更加无资格替伊做任何的决定，尤其是抢财产。困懵困。卖含面啊！我甲子孙即马两个爸仔囝白偌深，你根本唔知影。阮的感情即马唔是你想要拆，会拆会开的。谁当偌深？我用脚头好想嘛知影，你一定是想啥物垃圾手段，才变甲你夹共边的。你卖伫遐家己想家己对啦，恁爸伫做代志，无需要甲你交代。我才要提醒你，我甲子孙就要结婚啦。到时阵我会逐天拢甲伊讲，叫伊离你较远的。你应该知影，子孙伊足爱我的，足相信我，我讲的话伊拢会听。到时阵咱就来看麦，是恁的爸仔囝情较深，还是我甲伊的感情较重？你这个死查某鬼啊！我来看你的嘴到底有偌来。把这个给我搞掉！杜光亮，慢走！林子健，杜光亮，你这人是小鬼，看我拆破，所以更小灯小气哦！你差钱来搞我害死呢！你这死查某鬼啊！你想要等于塞人我甲子孙的感情，卖看我这做大官的有稳准吗？我管他你是不是稳准，你是会当当我偌久？而且你竟然搁好意思讲你是我的大官，你无这个资格啦！宋丹青，你真爱做梦啊！哪会含面？你含规套剧本拢写好势啊！啊，不过歹势，你这美梦我会甲你拍醒啊！因为我甲子孙早就讲好啊，只要等恁两个登记结婚，那恁阮爸仔囝来送你一件盐刀。我唔相信。子孙无可能安尼对待我。对，伊本来嘛无想要做个遐尼转啊，啊，不过一想到恁欠贷迄个瓦上，竟然你不写什么信托，那规定伊一定爱娶你，该甲财产过好你一半。拜托的，阮子孙伫个林家做30年的孝子呢，凭啥爱甲财产好你一半？所以宋丹青，你一定爱死，因为只有安尼。阮子孙才有法度摕到全部的财产。宋万清，规弟，你即马阁有任务还袂完成，上好乖乖乖对我走。你都无要我活命，我乖乖乖对你走，我都不是瘾头个。你无想要做瘾头嘛，无法度，因为这嘛无路通啊，互你行。该录的应该拢录着啊，即马就等你来送我。哦，你是要安怎？把我送落去山坎？啊，不过我若死啊，你的计划都有去啊！良心，我袂甲你扯落，
啊，不过为着惊你去嘴伫外口袂讲话，所以我会甲你的脑孔划了破，互你甲林千代迄个乌目送同款变做黑狗，安尼你就我都死过一道啊！你卖乖！救人哦！救人！救人！就算你把脑孔划个破，嘛无人会来救你。卖乖，倒行！你别笑羞！未到你竟然在录音，不怪你拄才会讲遐尔侪白目话，你也是为着要刺激我，搞吐话，然后录音去做证据。宋丹青，你唔若要使人我甲子孙白仔囝的感情，你阁想要乌壳仔给我跳，想要甲我抓，你要关个死！要对付你这么恶毒的人，我敢没有准备。涂光亮，为着要保护子孙，绝对会亲手送你入去一家，把你关个死！三千！你一刀就甲堵落去啊！你甲刣死啊！安尼子孙的婚礼要安怎？即摆新娘无去啊，财产嘛无去啊！哪会安尼？杜光亮竟然甲丹青刣互死啊！袂用钱，丹青袂当死啊！袂用的袂用，我一定要冷静，反正。丹青还未死，我还有机会把他救。丹青，丹青，啊！你把丹青抬回死啊！啊！你不怕子孙万叹你一世人啊？你这么差死有什么路用？人这么已经死了，无你是要我安怎？丹青还阁有喘气，真正足好。我吉祥，钱是要安怎摕着啊？若是予人知影，丹青是予你抬后死的。啊！子孙哪有可能分到林家的财产啊？我会赶紧把丹青送落去交予凯宏，还谢凯宏，还阁会付送丹青去便宜急救。丹青，哎呀，你创啥啦？你为这个车落，时到一定去用发现。因为欧杰康，甲逮起来。是。是啊，这些无米，搁拄着轮回，安尼是安怎才好？我一定要救丹青的。丹青，爱记，乌卡深的吼，啊，若是有野狗皮尿味，把人呕出来，安尼，把人发现就无好啊。知啦。哎，这些是安怎了？